那不是系上的学长吗？要不要打招呼呢？可是我只看过他一两次而已，如果他不认得我的话，这样不是很尴尬吗？怎么办呢？前两步先看旁边，然后现在再发现。嗨，好久不见！嘿，学长，好久不见呢！你今天怎么在这里啊？哦，是哦，这样哦。你要去上那个老师的课哦？我还没有上过哎，厉不厉害啊？哦，哎，我时间差不多，我要去上课，那下次再约哦，再约哦，再聊。